怎么了？不想请我进去坐坐吗？你还真神通广大，这么快就找到我的落脚地了。哪有你神通广大呀？除了张怀年，你竟然私下里跟乔丽联盟。 连我都成了你的棋子。说说吧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修改的这个计划？你不也在利用我吗？我们的同盟关系不就是互相利用吗？原来我总想喝你泡的速溶咖啡，现在想想，这根本就是你林小姐调制的迷魂汤吗？ 你为什么选环球？一个强大又与恒盛势均力敌的环球，是最好的选择。要是上市失败了，这跟你也脱离不了关系吧？ 对不起，这是打败胡家唯一的方法。等我夺回恒盛，我会尽全力弥补姚家的。你可以彻底加入姚氏，利用姚氏的力量对抗恒盛啊。可是姚伯伯不这样想吧？ 姚伯伯一心想跟胡家靠近，最好能成为一家人。我们两个都心知肚明，姚氏未来的接班人一定是胡千羽。壮大姚氏，只会让胡千羽变得更强大。让我加入姚氏，除非你已经掌握完整的掌控权。 还是你想得远，我比不上你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很开心你和胡家划清界限。只是，为什么你离开的时候带走的是李牧尘，而不是我呢？估计被你的咖啡给迷住了。跟你开玩笑的，我先走了。